Lian， 快点说。Lian， 你是说什么？我以为是我先转坑，而且那一段是这种，而且那一段是那种，而且这种。那你怎么 spell your name？ 没有。你转过来 ，Can you look at me？ Lian， 你看旁边是什么？你转过来，旁边是什么 ？Honda。Honda， 是谁的车？姑姑车。那 Can you spell your name for me？ Lian。Liao。How to spell Lian？ 九九。How to spell Lian？ 九九。L。Lian。转过来，我看不到你的脸。那个是姑姑。不知道，你转过来，我才告诉你。Can you turn? Thank you. 你怎么 spell your name? 我肚子接了火车。你说什么？我肚子接了火车了。直接绕过去啊？急走啊。然后呢？再左转。在中港路啊。在中港路啊？嗯。哇，你好厉害啊！那你告诉我你的 Lian 怎么拼呢？就走那条。啊？Baby， 你的名字 Lian 怎么写？我人类小旁边的大吉星。Lian 怎么写？我要炒饼干。Lian 怎么写？一样。啊 ，L 什么 ？Hello。Hello。Lian 的 L 怎么写啊 ？Hello。快点告诉我怎么拼 Lian。我都直接去那，我过去踢球车，然后就那个。Stop！ 你告诉我怎么拼 Lian。我求姐姐。Lian， 你的名字怎么拼？我从那里绕过去，然后就从那里绕过来，就抄这冰淇淋了。那，有那条旁边的，那条那种东港路啊，就直接从这里过去，然后那个。你好啰嗦，你怎么拼 Lian 告诉我好吗？我从那里绕过去。Lian 怎么拼？是从那里绕。L 什么？我从那里绕。妈咪忘记怎么写你的名字了，怎么写 L？ 我从那里绕过去。你很故意耶！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怎么拼你的名字，快点。不要。拜托 ，please。是 L I A M 吗？你眼爸爸怎么了？你很脏啊 ！Oh my god, dirty boy！ 要口水。You are so dirty。你看妈妈，你看那个妈妈。那个妈妈怎么了？去接她的哥哥。下课了，对不对？那你要上学吗？你也去好不好？我带你去好吗？我明天黑黑都来去。那你也去上学好不好？不要。为什么？我以为你应该喜欢上学。我也就从那里绕过去啊。你以为从那里绕过去？对。那要怎么回家呢？要从那就过去，好好从那个。那个满脑子都路线图，是不是？我从那里去切切图。Can you say love you bye? Lian say love you bye. Bye. Love you. Yeah.